全年记载是我们是从一个女生的祖师他创这个拳，他本身是那个少林武术非常高的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当他看了白鹤的一些形态，他就自己创一个以柔为主练气调息的功夫。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的水手啊，大家可以看他是因为是柔性的功夫哦，所以连小朋友都可以做得很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水手。水手主要就是像我们十二拳中的水手，好，那这就开始比较有我们的防御性的手法。好，来活手，来一下，各位马步，步骤开始。这个就是这样，他一开始用水手去松你的筋骨，然后接下来你的筋骨变好了，他就会用活手训练双掌推的。等你的双掌推，你骨架都好了，他才在训练出拳攻击的东西。好，这个出拳呢，我们就叫做木手。好，接下来表演一下木手。好，我们先问一下你几岁？九岁。那你几岁？十一岁。那你几岁？九岁。对，所以他们大概也练不到一年时间哦，就可以做这些动作，你们待会就可以模仿一下。其实第一个水手功对大家的身体甩手功都很不错。好，那我们谢谢你们三位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有些对练的，好，变反应的。好，那我们先请我的学生先对练。我们都教叫一攻一防，好，就是练你的反应，练你的手势的抗压性。好，他一个推，然后一个在转，我有大概有四五种功法在我们这个手法里面。好，它主要是训练我们动态视觉，你看到别人的攻击的时候，你就能反应出来。接下来这一对是亲子的，哦，这其实学武术不，学武术也做不错，你在家防疫不用出来外面玩，好，也可以在家里练拳防身术。好，那大家表演这叫火木对练，是吧？刚刚的火手跟木手，火手是防御性的，然后一个出拳就叫木手，哦，所以他们就可以互相对练，然后对小朋友的一些反应啊，一些协调性啊，其实很不错。好，我们谢谢，大家都可以练习。好，来，你们开始。对，然后他们在做起来就流畅性，其实很不错，都会怕拳头，所以看到拳头出来之后，你的反应度跟你的手的协调性，然后就会有很大的落差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下一个，我们叫做转四门。好，那好，这个转四门哦，它就有点像那斗牛士，有没有？会有那个牛啊或大人冲过来哦，我们是靠旋转的方式，闪掉对方的攻击，所以这个转角的动作对十二拳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特色，也是很蛮女生在对付那种男生很大力来的时候，他可以做反应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把它组合起来，就会变成我们的拳套，我就常大家在看我们传统武术有很多的拳套。好，然后我们请大家表演我们十二拳的母拳套哦，波滚啊，我们波滚是说以这个拳套为主，往后面可以伸出非常多的力量啊、招式啊，哦，是在一个我们最重要的哦，虽然算基本拳套，但是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拳套。好，我们请来表演那个脚站哦，杠枕哦，就是它专门打45度的，也是属于一种以柔克刚，然后避人家大力的地方。是属于蛮传统武术的一个特色哦，跟一般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的电影武术跟样板武术会不太一样哦，它又变得很多那种调气跟调息的东西，去训练你身体的柔软度，去可以把你力量哦做最有效率的攻击，然后大家对养生也非常好。我们这个最右边这位学员哦，他大概练了3-4年，他大概六十几岁。你看他身上的劲道跟他的筋骨哦，可能有些现场的年轻人也可以跟他来试几手啊，就可以知道这个武术的蛮大的力量。这两个小小十二拳哦，请他们出来，先出来表演十二拳综合拳。
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说，这个小朋友跟大人一样武术放在身上练出来的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？好，这可以看出说这个武术是不是适合大众，或者说它只是男生的武术，好像比如一些空手道类的那种比较硬刚的武术哦，就会有适用性的方面的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来表演综合拳套。就都在于首尾，所以他没有很多那种大开大的长枪大马的东西，因为他认为我们在接战的时候没有很多距离，要很快反应，越快反应越快结束战斗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好，我们谢谢那个小小十二拳的表演，他们算是第一次出来这边表演。中国传统武术呢，毕竟我们对于传统武术的传承呢，有一些热情在。那外行者呢，看热闹；内行人看门道。那内行人看门道是怎么看呢？我们十二拳呢，主要是在玩力的艺术。我们的力量的展现呢，有八种基本的功力，叫做吞吐扑顶黑花里端。那就是有提，有弹的作用。那每个人展现出来的地道呢都不太一样，那几乎一招定生死，所以虽然所有的动作只是各式各样应激，适应各式各样不同的突发状况，那最好在平常有在训练的情况之下，有遇到危险的时候呢，能够保命，平常可以强身健体。我们那个十二拳的攻防的应用，还有防身术的应用。哎，小心哦，不要掉到。投下去。那我们再看这个攻防的应用呢？其实有时候除了看招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动作。那我们是，我们不想要对方逃走。一般你会挡了之后，别人会再打一个，所以会控制对方之后。所以很多都是用顺利的方式，跟一般武术的概念打万步的会不太一样。师兄太快了，太快了，要掐紧一点。要跟大家，这个动作可能要让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能够那么快就会滑走？这个我们鹤拳的肩膀是我们第三只手，所以这个手就是肩膀是另外一个要诀的。好，师兄上。哇，师兄你还好吧？师弟把师兄的看回去，快点。我们大家展示了几个，看起来可能有点夸张哦，但是。就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楚，所以我们把动作每个点都把它做很清楚。好像我们刚刚，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哦。当你的脖子被掐住的时候，你用手去解什么的，总是会抓伤啊，或者说你会抓越紧。一般你的肩膀哪一边都可以，但你惯用哪一边？你的肩膀哦，对，然后你被它掐住的时候。你不管怎么挣扎，怎么用它抓紧节奏，慢一点，这边好像看不太清楚。你刚刚肩膀垂下来有一半已经快离开你的脖子了，然后再加稍微转身，对，那手就容易痛。女生也可以哦，大家如果不清楚，可以试一下，我们都 OK。好，这是其实很多武术在珍贵的地方，就是在于这种小技巧的地方。也是跟一般武术比较有艺术性的地方，然后这一现在是定步的掐着，所以大家觉得很好解。如果常常打架的通常是这种的，这种移动型的，你要去做下一个反应就没办法。但是你用你的肩膀就可以很快做起。你要对师兄尊重一点了。
动设备，如果不用肩膀，你用手去弄，你会很容易跌倒。好，这是目前我们传舞，很希望更多人来学习哦。这次也算艺术，然后也算可以大家一起养生运动。好，我们到底在哪里教呢？我们是在静心湖，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？那个金山寺旁边，实验中学旁边那个静心湖里面有个莲花场广场。我们在晚上7:30，礼拜三会在那边教学，或是以上去搜十二学这个关键字，就可以找到我们新主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您。好，谢谢。